第29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后台竟然上演了一出梦幻联动。我们的周姐周冬雨不仅在韩国电影圈杀出一条血路，还轻轻松松地在电影节后台搜索起来，简直是社交小能手啊！只见周冬雨一袭优雅白裙，贵气逼人，压轴出场，瞬间成为全场焦点，闪耀釜山。这哪里是去电影节，简直是去艳压全场的啊！而让人惊喜的是，她竟然和韩国男神宋仲基同框了，两人一见面就热情地打招呼，气氛超好，仿佛是老朋友一般。宋仲基还自称是周冬雨的粉丝，这简直是破次元的既视感啊！想象一下，当你在家追星，突然发现你的偶像也喜欢你，是不是有种被幸福砸中的感觉？不得不说，周冬雨和宋仲基的这次同框真是让人眼前一亮，期待两位未来能有更多的合作，也期待周冬雨在韩国电影圈继续发光发热，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。